这一次的 speaker 可能是一个比较比较面对媒体的一个沟通吧。我觉得只要是可以有声音传递给需要了解中美如何合作的，我觉得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平台。就是喜剧其实是一个最当然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片种，然后也是现在的观众一个需求量非常大的一个市场。然后跟 STX 合作，本身我们就是要拍一些投资规模并不是非常大的，并不是靠一些特技来获得这个市场的一些电影。那当然喜剧肯定是一个重要的电影类型，也很容易获得这个英文地区观众的一个理解。喜剧是因为它是有地区性的，比如说在中国可能每一年的最好的票房电影当中，喜剧占的比例也非常大。